西西变小熊，我藏。嘿嘿，这么多玩具，看你们怎么找。哇，这么多玩具熊，肯定有一个是小野变成的，可是长得都一模一样，到底哪一个才是小野呀？我想到了一个办法。糟了，美人鱼要干什么？小野闻到胡椒粉就会打喷嚏。哎呦，阿秋，哈哈，让我抓到你了吧，小野，你输了。这么快就被抓到了，希望白雪藏好了。我可太聪明了，谁会注意一个水桶呢？嘿嘿，奇怪，白雪到哪儿去了？不行，我要想个办法。有了，小野，你找到白雪了没有？当然找到了。嘿嘿，小野，你们输了。胡说，明明你还没有找到我。哈哈，抓到你了吧？白雪变回原形，你们输了。狡猾的小女巫，我们交换身份吧。现在由你们两个找我们，你们两个闭眼数到100。才能找我们，不许偷看哟。嘿嘿，我要变成一棵树，变大树，我藏。99、100，终于数完了。刚刚这里有树吗？好像有吧，别管这个了，我们赶紧去找美人鱼和小女巫吧。好吧，嘻嘻，这两个笨蛋等着输吧。奇怪，美人鱼到底藏到哪里去了？这棵树怎么越看越奇怪？嘿嘿，有办法了。这个白雪干什么？我都快坚持不住了。哈哈，我已经猜到了美人鱼，快点变回原形吧。糟糕，坚持不住了，美人鱼被我抓到了。可恶的白雪，找到了吗？还没有呢，小女巫藏得真好。哼，我们怎么会那么容易就被你们找到呢？嘿嘿，小朋友们，我在这里，你们有没有发现呢？千万不要让白雪找到我哟。